欸，隔壁，欸，隔壁，隔壁，欸，啊，你是你看啥？看看啥？你是看？我找我看一片哦。无，我上看一片，我咧找我的大灯。你的大灯？啊，你讲你台湾有哦？有啊。哇，真的是，那不是你期待我咧不低不高，是我比你较期待。你跟开始吹啊，对啊。当然吹啊。其实买到了第一天啊，我已经在过翔了。为什么呢？其实底盘啊，我花了35000，感觉看不出来。重点是最有感什么？边，我靠嘛，有啊，有啊，这边大边嘛，车就是把酒的精神，精神要好嘛，把酒要金嘛，你有知科比是武功嘛，鞋也足济嘛，所以肯买我，不过我跟伊弄着，伊我得来讲无雷达，无雷达，哎，我的雷达嘛要去，哦，所以想老嘛，我发现嘞，是一种旧式的，我还买只差的准的嘛，那时候没有 IK 啊。它是用转的，我把它想把它换掉。哦，啊，有它的背气哦。无咧，我说你个爱拍一支啊。无背啊，我本来就爱拍一支，我比较拍较鲜艳的。哦，嘛差不多像那样的。先安呢？安呢就先安呢。先安呢啦，先安呢啦。我想了很多，后面还有很多啊，比如说像你内装啊、外表啊，对吧？啊哥，有人要搞夜配。我要有没有那个代理那个旅行箱一颗？对，你要装那个是不是？对，那个车就要装啊！我要黑色的哈，我没有车顶架也没有，车顶架对对，车顶架装的，哎，还有屋顶的那个我要色膜要黑色的，顶棚也要重弄重编。对，那你不是有配合的吗？哎，看有没有配合的，是配合的啊，看有没有需要业配的帮他代言的，都可以找我半价。半价、啊，半价的话，好不好？不然十万，你嘛五万的话，你想要有十万啊？别使安尼制品，那提高，对啊，对啊，大概是这样啦。好，安尼就他用足久的啊，安尼就还花侪钱啊嘛。现在嘛，富贵也万起，青菜青菜，不敢说，我唔知，哎，咱人开钱别怎样知，对对对。啊，你车创好，买袂哦？有啊，够啊。当我是小时讲的，无送两三年啊，哪有可能？哦。好，我要去搞了。去吧，去吧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去哪啊？今天去试车啊。大阵仗，试车而已。计价的，咱讲咱输赢嘛，啊，看开偌侪钱就是看这道，对啊，走吧，好，试车，啊，出发了，开我没有用，你看，我们现在在等摩托车，有没有？等摩托车就是有机车嘛，夏天的好处就是什么？就是有很多年轻大妹都穿个短裤，好，所以今天没有丝袜可以看嘛，最少有个短裤，你看今天多好啊，你看怕没有光，连机车都来帮我们打光，哦、真的，对，多好、啊。其实不是他在打光，他是要看的。今天没关系。哦，今天有，今天是他卖的新汽车，汽车是新抓了。他因为我这种主要是怪女权党，到时咧想卖向严在向潮。是啊，我看你的眼光嘛是安尼啊。因为然后你在讲啥？我讲泰山呐，泰山你敢有遐讲我唔知。哇，今天生意做很大，对不对？还好啦，就有客人来，对不对？不亦乐乎，当然是要热情招待。啊、不小心就、啊、哦，没有热情招待，请他签个名这样而已。对，就这样嘛。哎、欸，我讲，毕竟避震器马上公缺块好点，可是他没有硬到那种那么夸张。玩玩旧一点是较舒适诶，可是重点不在我材料哦。一般我也是跟他比同身，嗯啊，如果一直在就是改的，你要整组都要来上座弹簧，什么都要来，对啊，不然就。条罗的面，啊，反正特别让你点光头。可是这样过弯真的很爽，开起来很爽。过弯就转下去的时候，还可以拿个电烟点一下，甩尾就过了。你点完烟已经在山底下了，山谷了。你在搞？搞啊！确定他们有位置吗？没有，没来啊。起定，大姐起定了。哦，名字是起定，长得也是起定。哇，清空啊，清空了。讲哦，起定没来，果然不同凡响。冲啊，金色色。第一天拄个两点我。对啊。为什么我来换电？你知哦？你袂记科比是武功吗？车的电嘛是鞋啊，来先换。打拢会使先卖用，鞋啊一定爱先开。原来是安尼。对啊。唔对啊。
啊，你是讲买米零的呢？哪会变？啊，吃亏比呀、啊，拢是呀，无关的。我无，玩钱的嘞。啊，太阳太阳，我给你啊。请做加工，你免啊倒太阳。来哦。这个啥个啊？哇，这个是这个 A， 我的 A， 哦耶，谢谢 ，A 哦耶，哦，你请我有点文化，要徐工叫我去查，啊，赶快，好，哇 ，Yes， 你给你看。我没看，我唔敢看，唔叫我看啦，叫别人开钱拢足欢喜的，即马甲你开钱你就知啊，对啊对啊，开雷碗雷啊。天啦，无水喎，还有硬表皮啊，是硬表皮啊，雕刻机在给你雕刻，雕刻的，对啊，为了忠诚，把小只汽车拍给你，爱咋哦，啊，每个都一个黑人屌，帅吧，啊，每个都磕啊，确定啊。三萬不要，你把宾士中间那个改掉就好了。好，欸、对吼，买一个透明的，买一个那个没有做的，对，我们自己磕啊。我明白吼，好不好？这样我们可以贩售。我想说，只是看图片，本来说会不会太黑，结果还好。嗯。虽然看下来方向盘有点抖，我也觉得 OK 了。你看，制造日期。OK。哦，归你，民国35年，19年，对啊，19年，35周，大概用我的一年25 40 18，好，太强了，啊，卖电话，太强，对啊，把钱开去倒胎压去啊，胎压快上紧啊，我，因为这个赶快决定，为什么？你倒去个看世界，好不好？你后边干咩话？好嘞。我想说那种强迫症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如果跟钱归不去的，我就没有强迫症。日规竟然没有雷达，你看。一般如果嫌疑一般来讲哈，如果要么就装四个，不然就是装旁边一点。对。左右旁边嘛，中间你看得到啊。哇，要么就一颗、两颗、哇、三颗、四颗，啊，不然就是装两颗，再旁边一点。我有看的，有些是藏在正面的啦。啊，你侧面要吗？要啊，就这样扒。到这里。没有，没有，整个都是。现在倒后。最后一集。对，最后一个就是要下去。哎，你们到你装这个会有对准什么？没有啊。的习惯吗？没有。好，来降下来了。那降下来是什么？电灯哦。对啊。我一刚我个头先硬。我先大概把那些油都把它冲掉，哎，真的冲掉了。好，我把它，我都不用药水，我先把它冲掉，我再试一下到底会不会漏。我那些加起打没啊？第一集的时候有用啊。对啊，但是，啊，我先那一天，我是半夜的时候，我就先冲一冲啊，先感觉一下。可是下面还是油的，有没有？那天我就先大概先冲一下。下面这边。哦，还不卸掉？对啊，哈，去用掠着，对吧？因为一般的会从上面开始往下流嘛，我就先把它清一下。啊，我看一下，大概有些都是从这边漏的，嘎波后捞了，哎，对吧？所以要确定是不是加油的时候没有加好流下去。羡慕嫉妒，没有。下一集就是换泰山的时候。羡慕嫉妒没有恨。刚才随便又喷了2-3万了。没关系啊，心里的爽度是什么？无价，你知道吗？欸，真的很漂亮，不错了，像配甲真的很好看，很烂，还都像真武烂光。要转正吗？要调光线歪，这调光的，你要调光线歪啊？好吧，好了，泰山走了，前后晚要走了，对啊，拜拜，拜拜，哇，他都路歪歪啊，都爱开的，看听起来就开足侪。
老车给 game 啦。这个就是有个方便，就是哈，你可以到处放啦，只要照到太阳就好。对啊，它如果完全没有太阳，它为什么它好像是温度？对啊，因为泰山节一边较重啊，所以它在夹的时候那边比较重，是我的问题，就是。一定爱讲你的问题啊！今天来打钥匙，这钥匙原本的钥匙，我要打比较帅一点的钥匙。也许要插了，要先去读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读他的钥匙那个。不一定读得到啊。不一定读得到。友情赞助啦，本来一把要10000多啊，现在打折啦。哇，这就是那个行动办公室啊。Same time。啊，对吧？隔壁在装倒车雷达，倒车雷达。这车来竟然没有雷达，我现在在装雷达。钥匙打好了，新旧的钥匙。哇，这个，哇塞，哇，开下去啊，这个是，真正是新型的啊。新型的。啊，为什么要打？你知道吗？这个你看，按久会破掉。对。好，这个都是传统都按破了，现在已经你看，哇，这是按键式。当然马克啊。哇，旧型的在后面，哇，新的在前面，后面就没有了。好，看一下可不可以发动。OK， 到雷达了，那个超级送哦。其实这台车蛮厉害的点就是你转一下就好了，你看哦，没有注意，你还要再抽第二次。你看哦，这样转一下就好了，你看转，它就会发动哦。对，虽然它不是一键启动，可是它一转就发动。那你要不要搞一个一键启动？不要，不要再花了，啊，对，不用了。哇，对啊，耶，快乐吗？这样又喷了好几千了，又喷，喷，钥匙打好了，好，你看同步进行，你看后面雷达还在装，哇。耶。A few moments later. 看啦，哎呦，可不可以？哎，哦，安全性过诶，等你照顾我，徛只徛偌久啊？哇塞，哈，等下叫坐箱嘛？啊，我唔知，我著叫一个大灯，啊来叫坐箱。啊，叫坐箱。啊，著知影来看嘛。你买三个大灯哦？没有，我买一组啊。你们来看微博嘛？开箱是最好玩。嗯。好像不太对嘞。跟你的不同啊，我是土豆灯呢。接下来对。这看起来，可能不是我的嘞。我知啊，这三米多少？你头家都乌白乱买啊？你凯宴这家叫什么 ？Buster。哦 ，Buster。对啦，还真的有点像我的。啊，不是讲没钱啊？我怪不住，开家己的拢钱，开我的拢钱，开你的拢没钱。你头家都乌白乱买啊？不会，这三箱没有一箱是你的。我领了，几万块。你们要？啊，就是要把那个中间那个弄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其他都一样啊，只是说那是白色的 啊。我讲说换不一样，金光线不一样。这是有，这是鱼眼的。鱼眼的啊，车就是吼，先换鞋啊，鞋啊那新，再来把旧爱金，都终究有神，这样车都有精神啊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我不知嘞，开光就知啊。你讲有危险吗？不必啊，好冰嘞。是什么？后灯。新的嘞，他都爱戴，我他都应该先卖给您讲啊，怕贵，我爱戴了，该做安尼了。到底？我倒啊，到底是？无讲啊，找代济，我倒了，有只后钉啦。哎，中啊！啊，如果无钱，你使乱买。
卡用的刷不过。我讲我要两个大电话拿来做一箱，不是讲要换现金，他不去创创去换现金回来，无要怎？哎，我问你哦，我哪感觉这啊？凯宴买菜岛，对不？就选的啊。哦，谁都好像一样的嘛，差不多。哎，这叫贵的。哎，我问你啊，点看看现在有贵较俗？啊，不是同款，就是安尼做出来。天哪嘛，鱼眼呐，天哪较俗。都二十对不？啊对啊。嘛是同款，大只。对啊，两三千块。啊，做出来后边嘛是乌啊，啊头前嘛是透明啊。啊，为虾米干啊？牌子无同，价钱都无同。啊，一定的啊。好，你变图摕出来看。好啊，我问你啊，你变图安尼一组偌济？一组七八千块而已。大细敢有差这多？啊，料敢有差这多？嘛还好啊。对啊，一组敢有这样？蛮贵块。啊，你爱看牌子的啊？干，当时爱看牌子，为虾米？为什么他妈我去修车啊？我开进去是 Lexus 就比较贵啊，我开进去 Toyota 就比较便宜，为什么？因为 Lexus 靠级啊，他该拱了耶。人家高级了，所以我背这我盘子了，对吧？盘子啊，拱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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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拱哎！那我就觉得都一样的东西，为什么妈的制成一样？会不会是因为车的数量？伊无我开落啊，对啦，应该是讲无我。比如讲无我开落就爱一百万，啊，咱若卖十万组，甲卖一万组，甲卖十组安尼啊，对，不讲啊，是不是？会不会这个原因？阿展，这个就是一次工的概念嘛。嗯，一次就是较少啊。你就是要出勤啊嘛，出勤一届就是我的钱啊。嗯，对啊。好了，全套包下去，快弄一弄，快换现金。换？你确定你要换吗？你还有那么多车。通常弄好就是不想换。对啊，你看还弄得这么漂亮，对不对？你叫科比那来弄一弄，你看他要不要卖啊？你要卖啊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没有说要卖啊。哎，你弄不弄的话，泰山的贝给啊？对对对，不是不想卖啦，老话又一句。一日出无够，哇！你出无够，出够就卖啊！你出够，等于去发坦等啊！你就讲，哎，可以卖。所以你去酒店小姐不跟你出场，你知道怎么做了吧？我知道，知道，钱再撒下去就是。对对对，这个概念的，对，会了啊，休息会啊，不要一倒啊，马上就开始换了。应该好跳吧？哇，看你那么高兴，平常叫你拍都一副阿伯演，我伯演。哦，给各位一起啊！现在我跟你讲，哎，泰山，没有黑我，没有黑我，我要中大灯的，连夜配都找好了，你是？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有缺，还有，就是，比如说那个我的天棚啊，看有没有一个自告奋勇的啊，我们是有配合的啦，哦，啊，看有没有对自告奋勇的要来喊夜配的，我屋顶是黑的，是不是要重贴重粘？有没有包膜垫要跟我配合的？你现在在拉业配就是？对啊，我拉了车当实验的。哎，为啥啦？平常问你，你讲啊，我唔知啊，你家己找。对哇。这样。就是这样。哎，我提袂落嘞，还听我妈来管嘞。哎，这边女的呢，那我考虑较简单。你这边有一只嘛，所以保险杆要下嘛。会怕哦。会啊。唔敢收大力哦。你唔知家己落会惊。不用怕，拆就对了。哦，他板断了，加那撇啊。因为他我没有不想把他整个拿下来，生命都会找到出路的。干嘛呢？没有，这样就起来了，起来了 ，yes。这是 HRD 的吧？不是，这是高低可以调。你看，这个就是他解码器啊。你要中这个才可以用，把这些东西拔下来，有没有？车就变轻了。好，完成一半了。看看科比的脸上，笑得多开心。啊，满身大汗，好开心。这个有没有？如果没有过来就不行了。那是什么？噔噔噔噔，就是这个哦。对啊。啊，所以它可以调啊。对啊，好像不太一样。而且你不要多改电动调整，我再去上网找一下。我先装上去，这个要再改。改装就是这样嘛，遇到问题又改，再改，一改再改。啊，都改不好怎么办？改不好就改回来。这个就是投资理财总是有风险嘛。是啊，但是使用前要详阅说明书，你有详阅吗？没有，没有想那么多，就是没想那么多啊。像这个车啊，一接弄诶环保材质，很容易都烧起啊。嗯，这种要注意，所以不能这样拔来拔去，拔来拔去就很容易坏掉。你看这什么的吗？是什么？解码器。所以它小灯也是。对，它只有换 LED。好，我先不换好了。
我们人不强调人家改装。哈、哦，不要改装。你是天马王。我也发现了。啊，这几瓶到后，你要不要先试试看？哇！哦，啊，方向灯哎。哇，这素颜哎。哇。哇。我打我自己的麦贝啊。哦。哇。是哦。是哇。麦贝，点退的啊呢。嗯。可是看起来像雾雾的，就觉得磨砂还爽。为了效果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了效果，对啦。讲一下，不然其实哇，其实还是爽的要死。你要弄啥？我要多买进口车。对啊。加了，去掉轮椅插板嘛，哎，顺便给你看呐、啊，这车好、哦、都没有撞。我说上网找就是找一节比较短的。然后头要小一点的，真的有这种东西？有啊，有没有？它插在这里没有？转盘这个啊，就用短一点的，啊，两头短的，它就可以塞啊。好，先调好。对吧？对吧？这边嘛，一个改完要出去省。阿伯改了哦。阿伯啊。啊，阿伯啊。啊！你开啊！我让你用，我让你用的，不是啊！啊！我开好不好？好！哎！我那边落产，用功哦，还佫跳慢吧？哈哈哈！想讲螺丝套套的好啊！哈哈哈！那节目来表表，慢慢改啊！欢迎来吃肉掌蛋里啊！哈！我先去十八王宫了哈！哦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看这个。我完全没什么呀。有方向灯，有远光。哇！有。我弄过啊。大灯也有。大灯有了。好。你输啊！我正向加人物件，我唔是你改改装的。你输啊！你输啊！啊！啊！你会照表？我也未照啊，我也无咧啊。装一个电池线啊，对，那个 Vios， 不锈蚀那个拿来我，拿来我装。好，拿不锈蚀来装。哎，你的眼睛恢复光明了耶。对啊，哎，刚刚看过。啊，会照啊，大灯啊，雾掉。哈。啊，大灯啊，雾掉。我啊，我咧安排啊，咧无大灯啊，我拢无咧无安全换掉你看。无啊，无医生啊，无医生。无医生啊。卡已经刷爆了。啊，刷爆了。啊，刷爆有刷爆的方法。对不？我来讲，更屌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一拍爆掉。你看比赛的车进气孔是不是拢大顶爆掉？哦，留一边尔啊，开一条风拱出来。哦，迄个所有烟机的迄种的有无？安尼就好啊。哦。哎呀，哎，熊出天才要给它弄落来啦。我给它弄了。熊出天才，泰山小宝贝。泰山小宝贝，真是。他们是763啊。你这个开的是气质，没错，我们开的是一种尊贵，对不对？倒没来，然后先安尼对吧？先安尼对吧？我人会来啊，先尊重的啊，不然就按心神不灵的，对工作是不好的啊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先告一段落。我们这边点实习都可以跟老板顶嘴。好了，我帝王字都骗人的。啊，人家啾啾啾，我们都没有啾啾啾。哇，这顶呢，哇，顶没有。哇哇，等下再来收尾，对不对？太慢了。你说没有野马，我不相信。我们有好几台，有。你都错过，你故意在那边。对，一直没钱啊，你妈没钱。是妈妈借贷。是妈妈借。你讲我啊？还滚几站嘛？不是说，所以基本条件买买车等下就是惊讲你啊，哎，就是干嘛？
都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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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啊你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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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你